这天气越来越热，胃口是越来越差。行，再见。吃吧，拿来，呀。都留点。刚下过雨，今天有点冷，最近胃口都不是多好。
一个双击，肉肉肉，吃饭了。今天是红烧肉。这两天喝南越来越热，胃口又差了。真爽！预约一下下面直播，当天晚上8点，8月15，大活动。哎呀，双击，吃饭又来了，吃个姜辣椒。
太冷了。今天的肉太少了，明天再多弄点，记得双击。